你以为会开挖掘机就很强了吗？不，会开水陆两用挖掘机的才是真汉子。牛人发明的水陆两栖挖掘机简直就是挖掘机里的扛把子，中国版的变形金刚啊。这款水陆两用挖掘机采用履带式的驱动方式，转向灵活自由，适用于一切复杂地形。不过最令人称奇的是它超凡的淤泥清理能力，在发明人的操作下，它借助绞吸式一体泵，成功把一个500平的鱼塘清洗干净，还能在池塘里自由地移动。在回到陆地的同时，它还带有往前助力的装置，让这个庞然大物能够像船一样自由。在岸边的现场观众无不振臂欢呼，中国制造太强了。在陆地上的抢险救灾功能比传统挖掘机也更胜一筹，在危险地带，工人还能通过操作台进行远程操控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在全世界只有6个国家拥有此项技术，它的出现擦亮了中国装备制造的名片，为中国工匠精神鼓掌。